悄悄话要告诉你，这个是你该给我们的大爱幼儿园感恩施工上人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大爱农场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菜。如果看到小虫子，我们会叫小虫子去旁边，然后呢就是会采一小片再放到旁边，请他们去旁边吃，这样我们跟小虫子都可以吃到，这样小虫子也不会饿死。除了我们在外面卖菜以外，我们还会来进食堂卖菜给食姑，因为我们要募爱心，就是我们在花道客插的花，我们在外面卖花，这个是我们义卖的钱加起来的爱心，我们会再继续努力。施工上人想要买疫苗，让我们能够尽早施打，因此六年级发起了让爱发芽种豆苗捐疫苗的活动。照顾豆苗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任务，就像父母养育我们一样，也非常的辛苦。到了包装的时候，我认真的把豆苗处理干净，包装完整，为了就是让买的人可以感受到我的诚意。善念是一粒种子，善心是一朵花，善行是一枚果实，每个人都怀着这样一粒种子。这次的行动，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燃起社会大众的热情，也让善的种子越发越大，越长越茂盛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毕业行动，让爱发芽。听了看了都很欢喜，孩子的端庄可以证明我们教育啦，的确是很用心，老师的用心啊，孩子的认真啊，才能得到了教育的肯定哦，真是很开心很欢喜。最重要就是需要感恩，孩子要感恩老师，孩子也要感恩父母，那家长也要感恩老师，老师呢就是要感恩社会，社会的责任啊，给老师呢来承担，老师承担社会责任，能承担这责任，不管任何的一件事，有承担有负责，那才是真正的生命有价值。就如我认为我来人间，我应该要承担人间能有因缘该做的事，我要专心去承担，这都是呢责任承担。我不是校长，我不是老师，我也不是学生，但是呢我认为做人的责任总是要承担，承担总是要做什么我可以做的，我尽心尽心尽力付出去做，才会想盖学校办学校，所以呢学校能办得好，我就要感恩校长，校长把学校办得很好，对我他就是有交代，所以我对校长就是肯定，那校长呢能把学校办得好，就是老师，老师很尽责任去付出，所以呢把学生教得很端庄很有礼貌，这都是老师，老师也要感恩，感恩家长付托给他的责任，所以呢老师啊已经呢孩子们这么的乖巧有礼，这样肯定老师，肯定老师用心的教育。上一回我来了，
我也到我们的学校去了，我看到的环境很美，看到的更美的是孩子整齐有礼，所以孩子们呢的整齐有礼配合我们的学校环境之美，才是呢真正的美好的环境。所以我也很感恩，我感恩学生孩子们的有礼貌，我感恩老师们用心的教，我要感恩校长帮我承担起了教育的责任，我还要感恩有这么多的慈诚爸爸妈妈们，他们帮我盖学校，因为都是大家捐钱啊，让我有办法盖学校，这都是要感恩很多人。这一个学校是无量无数人的爱的付出，才会有这么好的环境来成就你们的学业。那总是呢，孩子要培养一个好品格，好的品格啦，少不了感恩心。就如我，我对任何一个人都感恩感恩感恩啦。从高雄很多小小的小菩萨，好可爱，心里就在想啊，这么小的孩子，这么可爱的孩子啊，他将来长大要好好的教育他。我也是跟他们的父母啊，孩子要顾好好，要好好的教育，这样的幼苗就如你们刚刚说种豆苗，同样的道理，豆苗假如呢不是豆苗，不是拿来吃的豆苗，那它就是在土地里，它的苗长出来就是树，小树啊大树啊。我在冈山也看到了很多的大树，好大好大的树，看它很茂盛，我一直抬头看的，很茂盛哦。而且呢，我也很好奇的，稍微脚步稍微挺一下，看了，心里就想，几百年了啦，这一棵树啊。所以呢，那一棵树不怕台风，它还可以遮阳，是一个很漂亮的树。你哪有时间也可以带去呀、啊？园区。我们创教就会去那边当校外教学。好，那里很大，树也很大，那一棵棵树。都是那一粒粒的树苗，这么小这么小，就可以长成了这样的几个人可以活抱的大树。所以跟你们现在小小时候，那有父母的疼惜，老师的教育，总是会从小学、中学、高中、大学毕业了，还要研究，要有志，要把自己的志愿呐、啊，要提升，好好的，这追求学问，将来呢可以教育更多人。假如呢，有的人呐、啊，对。在上学在升学没有很大的兴趣，但是呢也可以学工，工也可以成就很多孩子们呐、啊，发挥你们的智慧，当你的成绩很好，就是表示呢
你的光，你的心灵在发光，你的智慧呢在发亮，将来要当一个呢真正的带给社会光明，做个好人好事的好人才，这样了解吗？哎，老师很用心啦，校长很疼惜啦，父母呢很用心在养育你们，要时时都要抱着感恩呐，这就是最美的人生。